主席，公民党是支持方刚议员的修正案的，所以请他放心。我们都是明白方刚议员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保健食品呢，其实本身呢是没有一个法律上清楚的界定。因为现在事实上，如果你那些保健食品是含有西药的成分呢，咁就受制於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啦。如果係含中藥嘅成分呢，咁就會受制於中醫藥條例啦。如果你兩者都唔係嘅呢，又不含西藥不含中藥呢，咁可以話呢係受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同埋呢個不良醫藥可能唔啱添，咁就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嘅規管。咁所以方剛議員頭先講嘅，即係話可能真係需要去為保健食品定一個定義呢，公民黨都係支持嘅，向呢個方向嚟到去規劃一下。主席，因為香港嘅人口呢的確係逐漸老化，咁而對於普遍嚟講啦，對於生活質素嘅改善呢亦都有所要求。仲唔止咁啊，因為內地好多自由行嘅朋友呢嚟到香港消費，好多時都係消費於呢一啲保健食品嗰度嘅。咁所以造成呢，其實保健食品嘅市場呢係非常之蓬勃嘅。冬蟲草啊、靈芝包子啊、這個膠原蛋白啊、蜂王膠啊、排毒美顏嘅產品等等。真係呢恆河沙數。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呢，就在2008年的10月呢發表過一項叫做《港人對保健食品認知》的研究調查。主席，咁就訪問了呢有超過1000位18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他們發現是什麼呢？原來有 35% 的受訪者在訪問之前6個月之內呢是有服用過保健食品的，而每日平均服食呢是達到 1.9 種，即是差不多兩種的保健食品。調查都推算全港呢是約有200萬的成年人呢是在調查之前6個月是有服食過保健食品，年銷售量呢是達到100億港元那麼多的。咁保健食品呢喺長期病患者之中呢就更加普及啦。香港復康會嘅社區復康網絡喺去年亦都進行咗一項名叫做長期病患者使用保健食品情況嘅調查。報告呢就發現喺受訪嘅800多名長期病患者之中，近50%呢係有服用保健食品嘅。有啲呢更同時服食多種嘅產品，顯示保健食品嘅市場呢絕對係一嚿肥豬肉。咁亦都引嚟咗有一啲無良嘅奸商呢就睇住市民係好希望可以用錢買健康呢種心態，就利用保健食品嚟發財啦。咁呃錢呢都唔係最緊要，最緊要呢就係如果你呃走埋市民嘅健康呢，咁就真係陰功啦。主席，早前呢就有傳媒呢就放蛇就扮內地嘅自由行嘅遊客呢就去旺角一間連鎖店就買化膽石嘅藥。咁據報呢，藥房嘅職員就向呢個記者就硬銷一隻標價600多元嘅叫做強力利石素，咁佢就話咧，呢個係德國著名藥廠生產嘅，而且受到良好藥品生產規範，即係 GMP 規管。只要食3個月咧，咁啊膽石咧就可以透過小便排出噶啦。咁呢個記者咧，後來就根據呢個強力利石素盒上所標示嘅成分，請教過香港藥劑師嘅協會，發現有關嘅成分不單止係冇化石嘅功能，而且咧當中含有嘅成分咧
仲令體內會積聚鈣質，反而係增加咗結石嘅機會咁講。咁所以諷刺嘅就係咧，呢間黑心藥房咧嚇，姑且叫做咁先啦，佢係有正貨嘅旗號噶嘛，就唔好講話內地遊客容易上當，就算本地人咧上當咧都唔出奇，因為都防不勝防。剛才主席都聽過麥美娟議員呢是引述了這個選擇月刊是去年的，就消費者委員會的刊物就有講到呢，就有一個患糖尿病的長者取白的遭遇。咁同一個這個選擇月刊呢，也都有其他的一些個案的，譬如說有一位喺叫黃小姐嚇，就喺佢住喺天水圍嗰個80歲嘅姑媽嗰度咧，就去探訪佢。哇！原來發現咧，姑媽咧就買咗好多呢啲保健產品，有酵素啦、靈芝啦嚇。咁原來問一下咧，先知道原來佢姑媽做咗啲咩咧，主席。原來咧，佢姑媽咧就每日都喺佢區內一個商場嘅一間賣呢啲健康食品嘅店鋪嗰度咧，聽一啲叫健康講座嘅，正如麥議員剛才引述啦。咁又係同一個板斧啦，咁咧就碎佢，哇！呢樣嘢好啊，嗰樣嘢好啊，咁買咗一攞翻嚟。咁啊，呢一種咁嘅銷售手法咧，可見即係從呢個選擇月刊嘅披露咧，的確咧就唔係話啲單一嘅個案嘅。即係香港不同嘅區份、不同嘅長者，都係受到呢一啲派蠔油啊、派米啊、嘘寒問暖啊咁嘅引誘之下咧，就自覺又好、不自覺又好咧，都會買咗大量呢啲咁樣嘅保健食品嘅。咁其實呢啲咧，真係如果你話完全冇去規管佢咧，真係可以危害都不少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就高永文局長咧，都真係正視一下呢一個問題。咁其實我今日咧就喺個修正案之中咧，主席就加入咗，就要求加強抽查同埋打擊冒牌保健食品，而且咧亦都要係確保市面上售賣嘅保健產品咧係的確有佢聲稱嘅成分。咁頭先我喺開首嘅時候已經講咗啦，因為而家嗰啲保健食品咧，就的確係受到不同嘅法例規管，即係包括藥劑業及毒藥嘅條例啦，或者中醫藥條例。咁就呢啲條例咧，要進行規管咧，都要衛生署去巡查先得嘅，都要咧係積極一啲去巡查、去抽樣嘅調查，咁咧就然後先至咧個保障俾市民嘅保障咧先至大一啲。咁所以如果喺未曾真係可以做得到一個即係為健康食品度身訂造嘅一個規管嘅系統之前咧，起碼我諗衛生署都有個責任，就住散發於分散於不同嘅條例之中嘅一啲規管咧，都應該係積極一啲咧，係去進行執法，咁令到市民咧都安心一啲。主席你都可能記得啦，就是今年6月1號生效的不良醫藥廣告條例呢，就其實對於有三大類的所謂保健聲稱呢，其實是沒有規管的，包括就是與纖體或減肥有關的聲稱啦，對調節身體免疫系統的聲稱啦，還有呢對於促進排毒消毒和降毒的聲稱。這三個是一個極之大的漏洞，因為剛才已經發言的議員都有提及了，就是這些這樣的所謂健康食品其實就佔了一個市場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所以我們都促請當局是盡快修例去堵塞這些漏洞，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和健康。主席我們當然很希望今天的辯論之後呢，能夠高永文局長呢是更加積極地去以
這個更好地保障市民健康為出發，去做好這個把關工作。謹此陳辭。食衞及衞生。